是，我最近在帮很好的一个朋友，就是周鸿祎导演啊，然后应该是最近拿了华鼎奖的一个奖项啊，优秀青年导演。然后这个原著是优秀青年作家王一凡，对，凡哥，对，很好的朋友。然后这个王一凡这部作品是上过这个香港文学的一个专刊的，叫《那个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夜晚》。然后现在我们是根据他这部就是短篇小说改编成一部短篇，叫《一片波澜》。然后周鸿祎导演呢和这个王一凡同志，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就是朋友。然后其实因为凡哥要回国了，所以这个制片的事儿才落到我身上。我们现在在找男女主角，然后这个女主角这边其实现在是比较难找。女主角是我们是希望要一个看起来比较乖巧，但是其实他是有一些反幼的特质在里面的，就是他是一个家境虽然好，然后年纪也不大，但是他是敢爱敢恨的这么一个性格。然后具体再多的呢就不好说了，因为导演说不许说不要说太多对对 OK，刚才那几点记住了是，然后需有兴趣的话直接联系那个欣桐。我得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出品人也打个广告，我们出品人是非常优秀的，就是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指挥家，叫秦颂老师。然后秦颂老师这边其实是友情赞助了一些，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成本算是比较低的，更多的是一个诚意吧。因为我们其实都是非常专业的人，就像凡哥是非常优秀的作家，也是非常优秀的电影人，然后周导也是就跟我一个姓，周导也是非常优秀的导演，拿获奖导演，然后秦颂老师也是真的很优秀的指挥家。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我们是希望大家一起 work 出来一个很好的作品给大家看，有点实验性的一种感觉可能艺术性偏高吧，艺术性它还是有剧情在里面的。对，但是就是短片电影嘛，它不是一个那么好莱坞式的一个感觉，有的时候所以对，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，我们现在女演员还在就是开放中，然后男演员也可以来试一试。我也要去试。对对，其实我们已经为什么最后说男演员，因为已经就是联系哈利，就是说没有，我觉得这个也不容易。我看那个就是那种感觉，不过反正我现在就是脸皮比以前厚很多了，这个，就是有机会我就问啊，去试一下，挺好的，反正可以问嘛。对对对。